这个死鬼头的，今天来拍我母了我，咱是为着要替爸报仇，这口气我绝对吞不下。啊对了，一礼拜来爱还钱，我看我先赶紧着叫妈家也到处解药了。妈，妈，妈。 你也好了，到尾看到我的相，又搁问几百波，还是先打电话，叫伊先甲一体人再甲讲啊。我愣是找到手机也无查。 那这接通电话啊？奇怪，那是去外久拢无回来是无？喂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妈伊手机无炸，看我接个卡。我就是要找你啦。找我？要创啥？你妈中风啊啦！ 先生，我叫黄冠廷啊，我接到通知讲我妈咪动手术，需要签同意书。哦，我看见。已经有家属来签名。家属？无可能啊，我妈伊人即马甲伫国外，还袂回来。哦，医生，麻烦你啊，赶紧哦替阮大家动手术。医生啊，拜托拜托，万事拜托吼。 病送来时阵，伊总共同意住院嘛，伊头壳即马就要交上了签同意书，恁可能要有上歹的心理准备。医生，拜托，你一定要救我妈，我已经失去我爸，袂使再失去伊啊，唔管伊开我做啥，你拢一定要爱甲伊好好，拜托你办，我会尽力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 哪来了？哎呦，阿伯，伊看到小叶家来，遐尔啊紧急的代志，阮无来答应的啦。你到底是变什么爸？某袂晓照顾，即马连妈妈都无要管啊你。妈，歹势啊，我着手机啊关紧，才。既然你来啊，来咱这个代志，替你处理，阿伯我嘛是来走。哎，小叶，咱叫我，阿无啥物通好讲啊。 除非，因为互我离婚协议书。无啦，上起码嘛，互我甲你说一下多谢。想袂到你还阁愿意替我妈签字，那是不是就代表你还阁无得将我放下？唉，你想太多啦，小月只是真。 最后一道理，袂当结束不及。妈，哪会我？我嘛需要小叶救我。我真正无法度失去伊，若是失去伊，我毋知要安怎活落去。我知我做毋对代志，对不起伊，我已经知我毋对啊。所以，歹结得不到报应啊。我毋是失去工作，嘛失去未来。 我嘛，即马搁伫内底动手术。现在我会当讲是人生上界悲惨的时阵。当初你若知影真相，敢会行到今仔日这个地步？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所以我知我唔对啊。我是希望讲小叶会当带领着过去的结婚。 甲我一摆机会，也甲我迄其他查甫人原则，拢在得到家己太太的支持，也够完了。想做，我就袂使参详其他查甫人同款，得到家己某的原谅。
冠廷，那你没见小薇，你竟然讲我出嘴皮拢袂红哦你，你听看卖对迄个讲啥无啊？不是啦，我真正足惊失去你，唔只。小薇，你今日会记得当初是咱咧登记时有讲过，讲不管是生老病死，还是好呀歹食，拢袂不离不弃。你即马哪会使甲我绑在一块啊？违背药水人是你哦、喔，你即马凭啥物还要遵守啊？我唔管啊，你袂使甲我绑在一块就对啊。王冠廷啊，你竟然变卡比我想的更加歹呢！我听朴哥讲你的所作所为，我真正是不敢相信。一直到拄只，我心内还阁有一点仔希望呢。不过即摆，我家己听到你讲这的话，我才知影朴哥讲的。一点啊拢无超过，我嘛会当了解，为什么小叶安怎艰苦拢无要嫁我？因为看到你安尼，真正气甲会心痛啦。我当初是安怎疼惜你的，敢需要我提醒啊？你竟然当我的面，甲小叶安尼讲话？我实在太生气啊！我只是一时心急，毕竟我即马什么拢无啊。哪里哦，你就应该搁较有一个赎罪心，爱我还钱啊！你若真正感觉有一点点啊对不起我，那麻烦你帮我自由。离婚协议书赶紧签签的，赶紧给我。我真正无想要跟你有任何的牵连。我到底是在创啥？明明是要帮我小月嫂讲出这款的话，这么连上条的场面，我对我彻底失心吗？我甲小叶，敢真正安尼担当啊？即摆连妈拢出代志啊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哎，我妈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会向电话啊？啊，都阮投资的钱无去啊啦！啊，你妈妈听到消息，都气到昏去啊啦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阮投资迄基金倒起来啦，钱倒袂转来啊啦，拢无啊啦，去了了啊，啊，什么拢无啊啦，去了了啊，拢无啊啦。